木樨地到了。列车运行前方是南礼士路，有在南礼士路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提前做好准备。南礼士路就要到了 ，The next station is 南礼士路。南礼士路到了。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，有去往北京站西直门方向的乘客，请您下车换乘环线地铁，复兴门就要到了。 The next station is 复兴门， The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loop line。列车运行前方是西单，有在西单下车的乘客，请您提前做好准备。为了您乘车方便，现在向您介绍一下一线地铁首末车时间。四惠首车时间4:57，四惠东首车时间5:05，末班车时间23:15，古城路首车时间4:58，苹果园首车时间5:10，末班车时间22:55。西单就要到了。The next station is 西单。